看起来应该有事。各位观众大家好啊！知道为什么我要拿这两箱吗？也要看清楚，我们一人一箱。一人一箱。对啊。真的。上面有名字哦。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睡珠这么 care 一人一箱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福袋。这是福袋。对啊，我们一人订五个。是跟官方买的光方袋，光方啊，泡泡玛特的来官方网站讲一次，官方网站再讲一次，官方网站什么官方网站？官方。好，反正重点就是这个呢。是泡泡玛特，就是这些，例如说 Dimo 啊、拉布布、Molly 啊，这些什么品牌的，所有它就是来自于泡泡玛特，叫 POPMART。那这些那泡泡玛特呢，他们呢，最近呢很想要自己去营运一些东西，所以呢，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福袋。这是营运吗？你确定不是年底清库存吗？啊，你开了才知道啊，说不定它里面放好东西啊。可是我们在虾皮上面看到很多良好的评价，我们先讲清楚，我们买花多少钱买一袋多少钱？699。那它一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它是说会有3到4个盒玩，加可能会有大奖，或者是然后可能会加大娃或者是吊卡。那吊卡和大娃，吊卡可能最低会有600-700的价值，甚至到1000多都有。大娃呢就1000多到2000多的价值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赌有没有大娃。那没有的话就是共估倍。被当作清库存，夹石头布，我们赢的先选，赢的先选，剪刀石头布，你叫什么？剪刀，啊，那我先选，我要大盒的那个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开碎珠的，这盒碎珠的，我们来看谁的运气比较差。这干嘛？也送这个这干嘛？叮叮当，这是三个潘神为什么要送这个？就圣诞节啊，现在圣诞节啊，好，这不重要。没有，我觉得不错啊。好，来第一盒，它每一个福袋都会用这种束口袋装，都会用这个束口袋装。袋子感觉可以卖个钱。对，这束口袋也不错哎。其实不错，可以拿来用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开碎珠你的第一个束口袋了，里面到底有什么呢？首先，拿出来，里面第一个有，讲讲一个盒玩。这个我还蛮想要的，它居然有，真假的好可爱，我等一下要开。你想这个？对啊，那个叫仙人掌，而且其实蛮多人要的，只是蛮多人要的。验收很白痴，所以它死都不定，可是一堆人要。第二个这个 ，Dimo 的这个，算森林 ，Dimo 森林。没有，算还好，还行 ，Dimo 森林。这什么？这冷门的啊！清库存啊，清库存来了。哎呀，被清社团一个100而已，被清库存的了。所以多不代表好，要看价值。哦，拉布布玩具，这个就 OK 了。玩具还行。这是？这个是徽章啦。啊，还有一个，这个也是库存啊，这也没什么价值。啊，吊卡！吊卡！邦尼的邦这应该只有500而已。邦尼的吊卡，虽然拿到吊卡很开心，但它应该只有500。但重点是我们花699买到6个哎，可是你要看它的价值。我现在看只有2盒盒玩是有价值，可是随便都超过699哎。你以市场价一定，以市场价一定超，这一定超过了。好紧张，害我也想开。第一盒，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很像，什么盒子好可爱哦。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很冷。对啊，没看过。我直接凉皮。可以，碧琪最好看的系列。来，光说碎珠很吵。星座，勉强还行。花卉，怎样？还不错。这一代好像比较有价值哎，目前没了。哦，他没有掉卡。第三代来。完了完了，这一个一定没有好了，因为有这一个。这个好的。这一定不好。冷门的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飞起飞行。完了完了，不妙。又是这个。他盒玩，他这一代感觉盒玩还行，一定没有掉卡。等等。啊，这个可以。这一定没掉卡。没了。我就知道，他会依照价值。等等。完了，一定没掉卡。哈哈哈哈哈！又是这个，
好，没了啦。不会跟第二代一样吧？哭啊！一样的分配，会不会中场？一样啊，一样啊，目前都一样。出事了！一样了啦！一样！哎呀，太没心了吧！好烂哦！还有一样的模式，这样不行啊！我要打完、这样真的在清库存，泡泡玛特。怎么又有一个糖果？完了完了，要出事了！那是波波 Coco， 这是波波 Coco， 波波 Coco 还可以，还行还行，算贵的。噔噔，这一袋很贵 ，SP 系列，目前两个都是贵的。马上给你一个烂的。好，不知道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一袋真的很贵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没了，我结束了。没了，所以你现在一个吊卡，你只中一个。对啊，一个吊卡。你只中到一个吊卡。好了，换你了。啊，来了来了，一样。笑死，一样。真的一样啦，好烂哦！而且这几款卖不掉，干，都一样，我傻眼。不要赞好不好？有点心意可不可以？啊，赞了。真的一样吧？我觉得。啊，看起来真的一样。看起来很有可能是。这边的吊卡也跟我一样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哦，这个奇怪的东西。哦，可是它盒子长得蛮可爱。但是其他基本上都一样，大同小异。就是冷门的不太一样。哦，冷门的他会看乱放，反正都很冷。反正都很冷。哈哈。还有玩具。哦，那玩具也勉强吧。你箱子这么大，里面有大娃。对啊，怎么没有？而且我买十个，超扯的。所以他评价可能是刷出来的。对啊。因为有听说有些卖家会刷。这也是冷门的，一打就冷。好扯，我看不下去了。那我觉得我们上次开的那个福袋还比较好，因为它全部给的价值都超贵。然后虽然一袋1111，可是它东西都很贵。对啊。对啊，而且这一袋有掺杂一堆东西。我推荐他家做一袋。那应该只有你会买。我来挑战，我来挑战，我在这边发声，我来挑战。完了，剩两个。哎呀，一样的配置来了，一样的，跟这一排一样，真的一样的，最后一个应该是，有没有心意呀、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是在敷衍了事的。最后一个，我觉得这样不行，结果第一盒开到后面全部没有。那讲实在，我宁可买那个111，因为那个111它五六盒，但它都是超贵。等下，这个很明显就是只有两个是可以的，三个都是不好。这真的是敷衍了事。哇！完了，你没掉卡。就一样的啊，一样的配置，跟这个一样。这样买十个跟傻瓜一样。这一样，一样的配置，给你看看。看，又是这个。好来。我们花了7000块买这些东西，你看没有吧？十袋，对耶，7000块，对啊，好亏哦。就虽然你个体以市价来看，我们好像会赚，但其实它只在其他它卖不出去，因为它的成本会更低，因为它是厂商，对，所以其实它赚爆，你懂吗？赚爆，就看看。我觉得它可能一盒它成本都100块啊，那这样它500块，它赚钱。对啊。应该这样子，因为它冷门的是真的超冷的，对啊，完全没看，超冷的，它冷门可以50块，难怪底下有人很生气，就是我看到好，也有看到非常不好的，很极端，好的可能是刷评价的，不过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有买，然后他们也都很生气，也都没中，就买一两袋的中，那种是刷评价，然后买5袋以上的就不会中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就5袋以上的真玩家买的。然后一袋那种是刷评价的，因为刷评价只要买一袋就好，你买5袋干嘛？不，我们不能否定它。如果你们有人有买有中的话，可以在底下讲一下。对啊，我们好奇一下，真的有人中吗？对啊，我们就中一个而已啦。就是吊卡也是不值钱的，就几率低到爆炸。不是，重点就是超冷门的吊卡。我决定开来看看。我希望它是这个花朵弥补一下我的损失。谁是谁？如果是玫那个玫瑰花也不错。
不要跟我讲也是冷门，真的会哭哎。怎样？手指太肥。哦。那这边也还有。这也算轻哎。那这里还有一个。这个也算轻哎。这也算轻哎。啊。就只有那个比较重，我才开开看。啊。对啊，还是我们来开宠物。不要雷的哦，如果雷的真的怀疑，合理怀疑他真的是在请，是雷的吗？看一下，不是雷的还行。这只我没有啊。有啦。我哪有？有人跟你换。哦，有客人跟我换。这个我没开过，开看了。哦，好啊。干，小伙伴，你连续两个小伙伴，不妙。他拿不都给小伙伴？对啊，会不会都小伙伴啊？有点夸张哦。完了，我突然又觉得他是真的在清库存。我们把拉布布开一开，你他妈再给我小伙伴。真的是小伙伴哎。再给我小伙伴。他应该完全知道。也不是啊。这是拉布布啦。等一下，现在只有一个拉布布，很夸张哎。封面。哦。那我们来开这个好不好？这好看吗？看啊，看实体。好。这一只没有看。讲讲讲，蛮漂亮的啊，我觉得蛮漂亮的。OK 啦，没有库存。我看他的留言是说有人开到隐藏版了，是哦。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哎，这只是我要的啊，你要的、啊？这只算热门款哦，真的哦。对，这是热门。怎样？没兴趣。没兴趣。因为我要的就那两只而已。真的假的？你要就那两只。都开出来。彩虹哦。有有个大月亮，那好像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了，我已经不知道开什么，最后开一个隐藏版。啊，没有怎么办？没有，谢谢大家。好烂啊！雷款，雷款。嗯，还有一个硬币耶，它长这样子，很神奇。哦，它现在就它这个就是我现在的心情。哦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心情传给大家，让大家一起感受到我的心情。所以呢，我决定把这个送给大家，所以大家在下面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一起感受一下我的心情。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的福袋开箱到这边，下次我会再挑战一些更可怕的福袋，等着大家，好不好？反正这一次的福袋呢，是有点小失望，真的，有点无聊。雷，因为它都太多同样的款式，它不是每一代都不一样，它是都长得一样。而且它会配三个烂的，它会两个好的配三个烂的。对。然后它自己又是厂商，它配成这样。对啊，就觉得说不划算，不划算。然后开出来有很多冷门款，你没看得出来吗？完全看不懂的。对，干这超大便的，你看超丑，这最雷的，大便到爆炸呢。我记得这边 Yuki 还有一颗，我看在哪里？在这里、啊。哪里？我这生气耶，那一盒我生气了，超夸张，那么多大便啊！我给他两颗星。哦，谢谢。这个可以，没事，当我没说。